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你们应当信神，也应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因为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如果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好使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 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主，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，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就必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。 并且看见了他，主啊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腓力，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那看见了我的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？ 你不信我是在父里面，父是在我里面，是这样吗？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应当相信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而相信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的比这些更大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。 我必定成全，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，我必定成全。